这边不是随便爬，我这这这这么多石的。哎，哇，这些老大，然后到先看一下啊。哇。像这棵树的话，估计有十几年了，二十几年都长不开。这个树有将近小七十年了。七十年的枣子树啊？嗯，这么粗的树，在树病这么粗的时候，大概在十五年左右。像这棵树有七十年了，嗯，这是七十年的枣子树是吧？七十年有这么。像这个不也是五年的树吗？五年的，那这么粗的是五年的。这么粗的，这么十五年，十五年才长这么粗，嗯嗯、这么粗七十年，像下面这个有七十年才长这么点。哎、嗯，对。很小的时候，它是用灯把它板一板，房子。那里面不还是都是的吗？那里面我刚才看到一个好几。啥好的？来啦！哇，大南瓜！这个还给到我这里。我买几个豆腐。啊？买几个。好看一点。等一下，太早了。还走路哎？等一下。你这一百斤的，我这边那就往那边去。我们这个大树。哇。大树这个老实对吧？这个是直接用胶枣吃正好，对吧？像这种糖分应该是足够了，就不需要再长这样的。这个有糖呀，上次有糖分呀。我就是说这个枣子已经长熟了嘛。哇，多漂亮这枣子！这个枣子小一点，这上面枣子好大。好大是吧？上面枣子，这个枣子还小，这么大的枣还小。这枣好，胡子特别小，看，咬不到胡子。可以了，谢谢老板。那上面全部是。
哦，爬梯子上来好摘一点哈。他拍我们人了，人不能拍。劳动人民啊，辛苦，干啥都不容易。对，对，对对对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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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卖出去。对对对。拍的就是为卖的。拍了，拍了去卖卖哦。对，帮你们卖出去。你帮我们卖，帮我们卖出去。好好。我说把枣子卖出去，别把我们卖出去。姐姐太幽默了。真漂亮的枣子，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好漂亮的枣子。它那个都是几转弯，你要小抓机的话。我们家做个房子啊，要30万而已。都在那个运输上面，人工上面。准备喝酒嘞，搞点小菜啊。